熏香才对了，你说打错。香 ，hiu 是 hiu， 不是香。啊，我不会念台语啊，真是的。啊，香。我来准备来虐杀一只羊。我想说你要准备来教我台语嘞。没有啦。熏香。熏香。我来打。怎么了？没有事，我只是没有看到灵魂。你要死去了吗？只是今天打算来玩 Intangible。Intangible 是什么？什么新的模组吗？对，新的魔法类型的模组。嗯，哦，我以为你要玩血魔法嘞。嗯，不过我想说趁早玩一些没有玩过的吧。哦、OK 啊，我血魔法已经玩过好几次了，真的哦。血魔法它跟 Britannia 的差别在哪里啊？差别挺大的，真的哦，就弄出来的都东西都不一样，都不太一样。虽然说 Minecraft 模组的目的当然就让你变强变壮，然后辅助更好、啊啊，可是那种呈现出来的样貌是完全不太一样的。然后包含能量单位产生也不太一样。Britannia 就是植物魔法嘛，一切来自于植物的魔力。但血魔法就是以血当作能量来源，所以当然要牺牲生物，对不对？或者是割自己的血。就感觉他的魔法感觉比较像攻击力吗？就是攻击向的吗？其实攻击像倒是还好呢，是哦。但是就是能量是从比较中二。哎呦，其实这几个都很中二啦。是啦，血魔法玩过都很中二。血魔法也用了很多自动化、啊，其实很难靠简单几句话来形容那一整个模组啊。对，它也是很大的一个，算蛮庞大的模组。哦。用手把，突然找不到酿造的那个页面了，奇怪。植物酿造台，茶酿造应该有吧？我觉得他酿造这部分啊，他都没有编到那个书的目录里面，有点麻烦。哦，好像有些都没有编进去吧？对啊，就是嫌有点麻烦，难找了啊。伤害吸收、欸，哎，哦，夜视药水、隐身药水、暗火、盖亚应该不会让我着火，不会、啊，它只会让你中凋零。凋零，所以一定要放抗性。抗性需要铁，我把铁用完了。不对，铁我用回去那就好。话说，说到凋零，好像有一个模组的某个东西可以让你免疫凋零。之毒，真假的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它名字叫做 Wireless Rose， 叫做抗凋零玫瑰。哦、可是我不晓得做不做出来、哦。它是我们没有碰过的模组吗？对，就是一个叫 R E L I Q U A R Y 的模组。哇哇哇！R E L Q U R E L Q U， 哎，就找不到了。小老鼠 R E Q R E I L I Q I Q U 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哟、哦，这个它有一堆药水，它东西哦，我想看到你说对，我想看到你说的那个 Rose， yes， 它要四个地狱之星，可是我们应该有了，没差，玫瑰虫一个，玫瑰虫应该要剪下来的，然后跟一个 Fertile Incense。Fertile Incense 要用 Cattle 什么 Zing Grow 的，跟哎、欸、这些东西我们应该都有哎、欸。地狱之心我可能用光了，你要自己去打。好啊好啊，这个应该算小事。哎、欸，可是我想先做它其他。哎、欸，这是不算难做哎、欸，不算难做哎、欸，只是东西我不知道被我用掉了没。试试看。哇，太难懂了吧？什么？是有一点难呢、欸，我觉得都是英文的啦。对啊，而且要
设定太多了吧？一个地主模组哪需要这么多设定啊？可恶！不然你去按键设定那边找找看，你刚刚可能是按到什么东西？对，就摸摸看哦。我刚刚是打字嘛？不是，你看啊，按键设定，键设定，也是很难找啦。看有没有跟 map 有关的？对 ，journey map 的按键。哦，它只有几个 ？backslash 是什么啊 ？backslash 什么键呢、啊、？backslash 是什么键呢、啊、？backslash 是倒退键吗？还是什么 ？backslash。倒退键，没有，不是，那是那个好，那好像不是这样念。看一下有没有其他键。Backslash、太奇怪啦、啊，总会遇到这种鬼问题啊。BJ 都用过了，还有个 equals 跟 minus， 什么东西啊？什么键啊？换位置的感觉。Switch， create web waypoint。东令州 out， 什么东西耶？完成，好啦，算了，他在我头上就算了啦，不管了。不会很遮画面吗？是蛮遮的啦，遮遮看。到底按什么把它调掉的 ？Why？ 我在乱打字啦，我刚打木炭啊，好想知道哦、喔。哦、oh.。刚打木炭应该顶多按了 T 而已啊。嗯，好吧，那我再打木炭一次看看，应该跟这没有关啦。哦，对，然后我打木炭跟苹果都没有用，是说，嗯，对啊，所以我觉得我用多媒体索引可能就要用英文才行，要用英文，就是整个语系调成英文。可是我这样受不了啊。我像不听的书就看不懂了，还是看有什么指令可以成功的，我试试看。他们杀机是直接传进去吗？不知道哎、欸，他怎么做的啊？没有特地没有去研究，所以现在小鸡也是自动化的吗？嗯，没有嘞。他只是丢鸡蛋，然后进去杀。好吧，所以我现在要打还不错哎、欸，这书上都会写说那是什么东西，所以我要打。Netherware。打小鸡也行。嗯，找不到。花聚集，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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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有听过水晶音乐吗？哎呦，有听过啊，可是你做得出来吗？现在你可以自己来敲啊。哎呦，真假的？敲敲看。等一下，我把不能再被分心了，我把这个做好。我真是被分心。嗯，这个给我充能，充能的，充多久啊？我之后再来研究看看你中段的那个 ，Funcraft TC 五，叫 Funcraft 还是 Suncraft 啊？Thumbing。一个 th 的音 ，thong， 好难念的，天哪！哎呦，哎，我做出熏香了，我来试试看，把它放到盖亚那边。Intangible， 一下要做这个。噔噔，嗯，可以把它打掉。我想到你刚刚那个 Bethesda 另外一个模组的稿子，
哦，真的很厉害的，连泥土都可以挖，好爽哦。对啊，只是要给他很多升级就是了。好好的，这个放上去，然后可以点火，是不是？点火看看，打火机，赖打。I need the 赖打，赖打赖打。那还要我做这东西？赖打，赖打要找哪一块石头呢？碎石。加上铁就可以变赖打。哎呦喂，刚那个升级加速超快的，然后可以打火下去。有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持续的抗性二哎、欸，好猛哦、喔，很厉害哎、欸。熏香，所以它可以。对啊。这边看得出来它剩余时间多久吗？哎、欸，看不出来的样子。它好像会有红石讯号啦，只是我没有仔细看，因为我想说就懒得看。应该是放比较器吧。对啊，对啊，它可以，我看一下哦、喔。打香，应该会有。可是我记得也不是非常的清楚。有的看就好啦，我试试看 Redstone。好啊，我来看一下啊。OK， 有熏香时比较器会输出一，燃烧时会输出二，没了，所以好像也看不出来了。好吧，所以就是没办法知道适应时间多久就是了。对啊，对啊，所以看不到。所以目前但就是大概知道总时间而已啦，所以等一下要重弄的时候，记得再把它放回去就好，再做一个就好。它这个红石讯号种类比较倾向于自动化了，就是红石讯号没了之后，自动化放一个进去再点燃。这个应该算不难吧？我想。不对，熏香自动化也是需要时间。听说那个玛纳自动化也需要时间。我昨天放了一朵花，可以让怪物自己死掉。好酷哦！我刚听到怪物死掉的声音，还蛮猛的。标书，说明书。好，所以代表我会弄了。所以我现在去把所有的能够做，你知道怎么把？像是他现在给抗性二嘛，你知道怎么让他的抗性再增强吗？他那个药水应该是忠于 Minecraft 设定吧？通常来讲，抗性二已经是最强的。要再更强的话，除非有某些模组的资源。我来研究看看，因为它有个什么高级酿造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哦，没有，这就是特殊的能力而已。Detection Soul， 所以我要做这些检测器。仰卧，他有力量四哎，但是他又会给你虚弱跟饥饿，酷，就是一种就是七伤拳的感觉，强力魔法啊，反噬其身，啊、就你会自己对啊，你会自己自伤，肚子饿不能回血，掉落伤害的免疫，这我 travel， 你现在是高手。Travel， 嗜血没有用，有用的东西，引诱，哎呦，钓鱼用的，酷啊！赦免。它会清除你的所有效果。哦，正面或负面的。Intangible。OK。所以凋零算是效果之一吗？药水效果之一吗？
应觉得看他怎么写，如果写 Query 那应该就是啊，好吧，那我就不知道，因为我想说，因为他有个能力是可以解除所有效果，正面跟负面。我想说，如果我凋零的时候喝上这个的话，应该算有用吧？就如果有用的话，会真的很有用。他说什么？反正解除正面跟负面都解除吗？还是解除负面？对对对，所有效果都解除。那就跟喝牛奶不是一样吗？哎，好像是，好像是，再想起好像是。只是牛奶只有一桶，它那个可能可以让你喝好几次吧。一桶，好吧。这特殊能力没什么用，唯一有用的是那个会致伤的。样式哦，虚弱或三，我想一下哦。虚弱是什么意思啊？虚弱是我自己透血吗？虚弱是你的攻击伤害降低。哦，所以他有力量又有虚弱啊，到底谁比较强呢？不知道。哦，不对，他的虚弱的时间点比力量长一倍，所以感觉起来设计起来是什么？他瞬间伤害，就是前一半时间会让你变很强，然后后一半时间会让你变超废。哦哈，应该是这样子。哦，有趣的，这是什么方块都可以吗？放哪一种方块比较好看？要装饰是不是？对啊，总不能学某一个人都用石头。哎呀，没什么装饰啊。啊，用这个好吧。拉杆。炼金是要炼金吗？突然忘记了，酿造啊，两个打不出来。一二三，食物酿造，这样会不会太挤嘞？其实还好。动加速二，力量二，急迫不用。接下来要做古风炉。古风炉，古风炉，古风。Tangent bellows， 哦，他也需要这个。持续时间更长的。生命回复。Clock。Dropper。其实我也蛮快的。是哦，那你要做防凋零化吗？好啊，好啊，我先把那个熏香做好。防凋零化，我们应该会有材料。你可能要自己去打四只凋零怪。哦，没关系。哎、欸，他……哦，我再做个水晶弓戳他好了。噔噔，你说凋零吗？对啊。凋零怪也没什么差别吧，感觉你用砍的也比较快，因为砍的不是会被凋零吗？虽然说我再做一朵花就好了。你说打凋零骷髅还是凋零怪？凋零怪啊，凋零怪那个装置很安全啊，就跟你说的不要两个人一起用就好了。哦，你上次是被我打进去的哈，想起来了。哎，不是你愿意进去的啊。我没事，自己跳进去凋零干嘛？是啊，想起来，想起来，拨签，拨签，泼墨的泼墨。哎呀，做了好多泼墨啊，好爽啊！墨的，哦，一，二。两根薄木，抽出两个，四五，幽灵之泪好像不够哎，这么高。那就去地狱杀水母了。对啊，要杀水母，可恶的家伙。
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真的没有写到目录里面，不要直接查。这样子新手没人教，怎么可能会知道？哦。做什么？岩浆、养料石、烈焰粉、地狱疙瘩萤石粉。小一哥，这个自动化好像很麻烦。烦，烦麻麻烦麻烦。啧啧啧啧啧，啥啥啥？迅捷钥匙，要一个塔。糖糖糖糖，一直唱，一唱唱，唱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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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唱唱唱唱唱唱唱，金唱唱唱，金正恩的死，也不对，那是日文。糖，速度超快。Concrete， mod。哦，然后这边我要放沙子进去，不然它不会自动在那边跑。Oh. 你记得沙漏的时间是怎么计算的吗？黄沙是一秒钟，红沙十秒钟，然后灵魂沙是一分钟。哦，是哦，好，用红沙，沙是十秒钟。嗯，所以我要放。两分钟一个吗？会不会太久啊？半分钟就好了，三十秒，来吧，开始喽 ，Go！ 哎，为什么放不进去？哎，给关呢？下，啥？已锁定，沙漏已锁定，森林法杖右击可以解锁。哦、oh, ，对啊，你锁定的话，你没办法手动放入放出。叫，感觉有 bug 哎、欸，先把它挖掉再说。哦、oh. ，岩浆，对啊，已经没东西了。哪尼？你放不进去？喂！紫皮又遇到什么状况啦？为什么沙漏没办法放沙啊？好奇怪哦、喔，不懂的情况，超级不能懂。是对他做了什么事情吗？是在哪里呀、啊？在羊那边，我在羊那边。奇怪，折，折折折折，来，给你试试看，三个。你。丢给我红是干嘛？哎、欸，这不能放吗？我刚说红沙不是红石哦。红沙哦。对，买一块的红沙、啊。那沙子算多久？一秒钟吗？对，黄沙一秒。啊不，对不起，是我的错，我误会他了、啊。既然都叫沙漏了，当然是放沙、啊。我想说红石哦，红石是石头哦，它、啊、长得一副沙样啊，可恶！哎，啊不，哦，放了放了放了，三十秒会产生一个牛奶，还不错。嗯，好，那就不用管它了。刚刚弄到什么东西了？已经忘了。哦，能酿造的应该酿造好了。玻璃，飞毛腿熏香。再来，我做两个插熏香的地方，然后来做那朵花。OK， 先插上去。所以我要先做熏香的底座，香。哦，
后底座两个活木半砖跟一个活木，是不是够复杂的？半砖。嘿，我敢去刚那个地点。算了，放弃。叉叉，然后做花。二，快大功告成了。嗯。是我要四个不够，所以再把仙人掌拿出来，拿两个，然后去烧。环岛玫瑰虫找到了一个，不止一个，然后最后一个四个凋零，凋零要用什么放？凋零要怎么射？我忘记了，糟糕！你说凋零怪啊？对啊，就那个山头上啊，对不对？要怎么把它生出来啊？四个灵魂杀三个头啊。哦，好，想起来了。四个灵魂，三根三个头，三个头是凋零的头哦，难怪你刚跟我说把一般骷髅头做成凋零头，所以如果查头应该会有很多吧？哦，所以是中介人头还是凋零骷髅头啊？凋零骷髅头。哦，所以我们现在缺头，我还要去杀一下，对，砍一下他们的地狱有那么麻烦哦，地狱有生贵砖啊，有、哦、啊，对吧、啊哦？你就到那个 Blaze 就好了。好，又要去那该死的地狱了。不过我现在不一样了啊，俺现在是会飞的纸片啦，不用再靠那什么扫帚了。对，这边走，冲啊，全往地狱喽，该死的地方喽。有万事冲啊！对，确定吗？那还有很多哦，有生怪砖是吧？下有炼神的啦，有四个入口，找找看，有一个暗室，然后很多漏看到了，对啊，你站在入口，然后凋零怪会自己。凋零骷髅会自己走向你，但是生成白骷髅的话，你还是要想办法打掉它。哦、oh, ，好。你又躲在那个角落，那个骷髅会自己走出来要射你。OK， 掉的也太快了吧？这个是用模组弄出来的哦。你说生怪砖吗？对啊。没有啊，因为我挖的是最大范围，所以它的效率比较高。因为还是生四个、欸，有一点扯哎、欸。对 ，Minecraft 最多一次生四只。再哦，所以我刚好遇到是不是 ？OK。嗯。空间够大，它就可以生四只啊。原来如此。可是白骷髅好烦哦、喔。对啊。而且我应该带那个 Tinker 的剑来砍的。嗯，掉头升级。对啊，好吧，那我回去。我完成一个很简单的叫什么东西的自动化了，感觉有点赞。自动化。点儿在吹玻璃。纸片有没有看过别人吹玻璃？哦，有哎、欸，你做出那个、哦？对啊 ，intangible 有个东西很像吹玻璃。虽然说听起来酷酷的，看起来是比较简陋啦，但是它的确像是在吹玻璃，简陋的吹玻璃，所以你可以伸出那个玻璃的造型吗？对，它那个玻璃有点像，有没有看过什么化学实验室一大堆那个瓶瓶罐罐的东西？有，对，这模组就是做一大堆瓶瓶罐罐来研究各式各样的灵魂。哇、哦，有趣。
我快被吊人快弄死了。是的。先 funnel 吧，应该是。哦，大凋零。哎呀！没有欸，都没掉欸。你那时候刷多久啊？因为我有做一把砍头升级的东西，所以掉蛮快的。假的？我拿到我之前放的那把了，还是你那把借我一下？哦，好啊，我是用那个 Ender IO 的一把一把剑，它可以增加掉头机、哦。难怪你放哪里啊？我丢地上。地上哦，在这，谢了。Yeah. 但应该快很多。哦呦，中期，哎、欸，我按错了。哎、欸，终结之剑，掠夺三，耐久三，锋利五，助能四，旅行。按住 shoot， 哦，哦，好方便哦。啊，超级旅行哎、欸。对啊，快速。啊，不管，我不是要去旅行的。对啊，好好用哦。真希望 Britannia 也有。嗯，开个。去喽！哦，所以这是你手上那把剑就对了。呀、yeah. ，你主要攻击用的。好的，来对付你们啦！啊，有神圣之剑啦！哎呦，超快的！哦，这样也是蛮久的。所以你说，你刚刚我听到说白骷髅可以变成黑骷髅的头吗？要怎么做啊？就是如果你有打到白骷髅的头颅。对，然后拿跟三个那个黑的东西合成黑色骨头，就你说那很奇怪什么 ribbon 的东西，黑色肋骨啊，合成哦，那应该 OK。得，处理掉好了，其他就算了。叮。嘟嘟，时间都给合成起来。欸、射我啊！再射我啊！你会被我反噬的，反噬的，精灵会把你吃掉。错了，我就可以关闭它。Nice。Nice， 超 Nice！ 没想到这个自动化比我想象中还要简单。哎呦，瞬间就做出来了！因为我看别人，看别人用过啊，好像很复杂一样。以为你想要弄出来？啊！